请收看维新世界九九法会义工利人天。师兄师姐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癸巳年九九法会义工利人天，今天是非常殊胜的日子。我们刚刚呢可以看到很多师兄师姐，大家手里呢都在忙碌，就是在自己的文书自由喝水。那我现在呢也在坐在呢我们这一群义工的师姐的这一堆的人里面，我想大家都认识，我们这一位大家都管称她为田师姐，但是她就是我们圆义法师的师娘。师娘你好，阿弥陀佛。你好，师姐好，大家好。是师娘，你今天几点就开始来这无闲啊？我们今天是一点半集合，然后三点开始烧化。是啊。那我看你跟这些师姐啦、师兄们，大家都是好像一家人一样，笑眯眯的哈。来这里做这些文书的折叠会很辛苦吗？不会，因为这个机会都很难得。我经常跟我们那些学员大家讲说，我们中部的学员最有福气，因为离仙佛寺那么近，然后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做义工。如果你看台北、台南他们要来的话，就要要机会比较少。我说大家都要把握机会，有义工做的时候赶快来。他说我们班的学生都很护持，所以今天不是假日也那么多人一起来。所以其实台中道场是我们世界和平的原点师父开示过哈，那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义经大学。现在呢我们是在仙佛寺的总本山，今天刚好呢就是我们地母圣诞的圆满日，大家送的经典非常非常的多哈，总共有17万部多吧。对，17万，地母经17万部多，还有天德经好像16万部多吧。是，可见呢我们这些师兄师姐是多么的发心哦。那看大家都没应该的哈，每一位师姐头都低低的呢，他们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叫什么大名？说一声。我叫廖师姐。好，廖师姐，那你呢？我是张师姐。张师姐，甜甜的好可爱，来。陈师姐。李师姐。李师姐。是。他们这几位是16届的师姐，那这是20届的师姐。是。所以说现在大家折叠很忙，但是呢真的哈，那弄总有5个金鼎哟，七个鼎。七个金鼎哈，来消化咱家。哇，我看那个天坛里面啊，搁足济这个文书，你看今天唔知爱画到几点哈？大概要到9点吧。9点可以画得完吗？17万，还有一个16万，总共呢30几万部，33万部多哎。应当可以，今天没有下雨还好。这么样的一个殊胜的日子，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的师娘你来谈一谈哦。刚刚师父开示的时候，你有听到吗？你分享我们你悟到了什么好不好？哦，刚刚师父在开示的时候，抱歉。你在忙是不是？有，没关系。刚刚我们的圆义法师已经有代替了哈，他说了很多。但我们知道，就是说师父呢，真的非常的慈悲啊，把这些呢这么样的事情啊，这种功德都留给我们学员弟子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。不管是诵经也好，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义工的师兄师姐们，大家这么辛苦的付出，我相信呢老祖师尊、诸佛菩萨一定会来加持我们的哈。谢谢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。好，我们的师娘就是这么样甜甜的哈。我们谢谢所有的义工，也谢谢师娘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来，你赶紧给我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台中道场20届的学员。是。徐甲秀。
许师兄啊，师兄你摊咧吼，你甲看咧一趟一趟吼，你安尼提来吼，啊这是为虾米爱用安尼？这就是咱文书化料吼，先收集在这边，等它冷了之后，要放到那个八卦生成的老祖座下。是是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。对对对，就是先跟那个地母至尊祝寿，然后在这些也是法宝，就放在我们那个八卦生成的老祖座下。这个也是法宝啊。对对对。所以说其实。难怪大家都这么珍贵哦！我看你安尼也一个安尼改人嘞，人嘞是讲要让伊较紧。对对，让他全部完全画完，因为我们这边拿过来的时候还没画完。等他全部画完的时候才送到那个八卦生成去。原来那边的法宝，你一桶一桶拿来这里放凉了以后，然后放在八卦城的剩下，城下下面那个圣座下面。对对。包括那个王禅老祖的那个圣座的下面，是哦，我介绍我拢唔知影咧哈，这个应该是师父开示的咯。对对，是，谢谢师兄啊，我知道你很忙哈，好，谢谢你，感恩了，阿弥陀佛。每四年九九法会一公里人天，今仔今吼日子足殊胜的吼，就是咱的地母师尊吼啊，今天的圣诞圆满了啊，所以讲我们有一个法仪哦，就是我们上次有诵经嘛，地母真经还有鬼谷先师天德经各20部嘛，哈，本来师父说是72000部，没有想到现在是16万多哈，对，超过了，超过很多，超过很多哈，可见大家真的非常的珍惜啊，每一次的缘分，非常发心。对，师兄，你可以先自我介绍，你是哪一个道场？我是台中道场初级24班，即移民。是才初级24班，那进来多久？我是有点插班，我是上了3个月再插班进来。我特别要求元义老师说，我一定要来上。来这边以后，我觉得哇，非常殊胜。不一样哈，你本身是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做环保科技的。环保科技，是还在上班就对了。自己的公司是，所以你现在进了宗门以后哈，你有接触过什么样的法会？老祖圣诞法会你有接触过吗？那个3月26号、24号有哈。那再来这次九九法会是，那这一次呢，你也很殊胜，又赶上了我们这一次的地母的圆满圣诞日嘛哈。你看这画家你这家的文书，你有内心有什么款的这个感觉？进这个宗门呢，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。懂得感恩了，是，非常懂得感恩。以前我们都是就在求老祖啊，求仙佛啊，给赐我们什么？是。就进这个宗门以后，发觉不是，我们应该先利他。是。所以元义老师一再的教化我们，进这个宗门就是平安。是。然后因为有身体健康的嘛，然后我们事业顺利的嘛，是。那我们就有多余的精神、精力、金钱来做利他的工作。是，所以我也很发心，我就祈求老祖说，明年我一定要来做我们，学校就是那个易经大学的董事，对，荣誉董事。太好了，因为我们易经大学很多的建设呢，需要很多人来护持，因为呢，这里我们师父龙中心哈，全部把自己在我们5000年来的这文化道统、这易经心法跟易经风水学他要奉献给所有全世界的人，只要他们有心，一定都可以来参与学习。所以说，在我们台中道场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易经大学是一个和平的原点呢。对，非常好，非常殊胜。所以这一期30班，初级30班，我2个儿子还有我老婆都来上了。真的。对。我发觉他们真的有感应到。是是是。像我们的小孩子，尤其我老婆，她还没来上，她已经送了。可能几百部的天德经了。是哦，对，是哦，太好了，太殊胜了哈。所以我看你今天给咱的在家的记者文书哈，足殊胜的哈。就是一位新进没多久的师兄，能有这么样发心哈，也感到了这一场这么殊胜的这个法仪。我相信福报会越来越好的，祝福你呀，感恩阿弥陀佛，谢谢，谢谢。癸巳年九九法会，义工利人天。师父慧严禅师开示，每一位义工师兄师姐都是非常的辛苦，而且非常的发心，也问心，而且呢，就是呢，很欢喜心，希望呢，这份的功德呢，大家都可以回向给自己以外，还有我们的祖先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师姐先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姐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我是大安寺八戒张喜珍。是，喜珍师姐，我们两个同届，那没有想到你这么好的成就。哎、欸，那你现在还继续在上课吗，八戒？有，哦、是了，嗯，哎、欸。太好了哈，这样算一算应该有12、13年了呢，13年的时间了哈。对对对，第十二年。哦，是哦。那当然，喜珍师姐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你都是在竹北道场嘛？是不是在竹北吗？两边。嗯。为什么两边？因为竹北道场是我们的启蒙法师是圆贤法师，是圆贤法师带领着我们。是。那所以你现在在竹北道场现在已经成立一个道场，叫做义心道场。哎，你可以把这个道场现在目前的情况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吗？嗯，先恭喜我们圆贤法师总算找到了那个道场宝地。嗯，最近找到了。在新建了吗？还没，要2年后。哦哦，两年后才能够规划，因为那个是农地。是，太好了哈！前阵子没多久才听我们圆贤法师说啊，在寻找宝地，现在终于如愿了，满愿了哈，真的是老祖的加持了哈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说今天师姐你是来做义工的嘛哈？是啊，嘿，做什么款义工？哦，今天分配的是碗筷。碗筷。嗯，负责碗筷。哦，是。嗯，碗筷是排在桌上吗？对，每一桌。每一桌都要。哦，那每一桌都要排几个碗筷啊？十组。十组。嗯。哦，是。那除了这个排这个之外，就是找五碗都必须要吗？对，找五碗都要。对。对。那请问你们今天是几点过来？可以把讲多一点，让我们知道一下。从竹北出发3:50。嗯，也有师兄姐是3:30，是，也有4点。哦，那为什么时间不一样？因为都各自开车。哦，是。嗯，那也有4点，还有几点的？还有昨天晚上10:30的。啊？昨天晚上就出发10:30。是。嗯，啊，你是几点来的？我是3:50。3:50。那从竹北到这边大概要1-2个小时的路程吗？正好1.5小时。哦，1.5小时。嗯。那现在五供已经做好了嘛？嗯，是不是？五供已经做好了，那剩下晚供的时间，你也是一样排碗筷吗？一样。就是我们每一位都有分配自己的工作。是。都是由那个蔡师兄分配工作。那就是要大家先讨论一下，要安排工作，分配工作。是蔡师兄跟我们安排。哦，是。嗯，是。那安排了以后，大家就可以很驾轻就熟了嘛，因为这个好像不是像我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道场都要轮了3轮，今天是第3轮了。哦，今天已经第3轮了。对。那第3轮就圆满了吗？嗯，是。是，因为我们现在99法会呢，已经大概快要接近圆满的时段了哈、哦。不过就是说，希望如果还没有来当过义工的，我们这些师兄师姐要尽快哈、哦，因为嘿，咱们这只概念呢，对，难得，尽快争取。对。如果我知道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师姐哈、哦，你是在做那个美发的设计嘛哈、哦，那自己弄得美美的，那你今天工作怎么办呢？今天就休假，跟客人排时间，叫他延后。哦，是。我说这个，记得去排谈，跟来谈。是。好，来做义工，阿家你要来，互你做头毛比较少啊，所以要先争取这个。是。还等来豆豆啊谈话。哦，是，有样。对啊。对。就是说真的哈，咱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累积一些我们的功德的资粮啦哈。因为来这里当然不是说来这里就是一定说啊，我家里不排碗筷，我来这里排碗筷就有功德，不是这样子。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发心，而且欢喜心啊，把时间布施出来，这种功德真的是无量哎。嗯，是。那师姐，客人延后了，应该对生意不会影响吧？不会啦，不会。
是。那我们谢谢你哦，就是说啊，今天把时间拨出来接受我们访问哦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，师姐在你个人的工作上面呢、啊，多做一些。然后呢，3月26号的劳主圣诞哦，其实说明年度其实也快要到了，那时候你也都有当义工吗？有啊。是做什么的？那是就要听我们班长的安排了。哦，是是是。现在是元旦。嗯哼，现在是要回去要准备元旦的祭祖大典，祭祖大典哦，是是是，要找游览车哦，是哦，好，太好了哈、哦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在维新圣教，我们维新中其实中门的法务是非常的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些义工师兄师姐大家来加入共襄盛举，而且呢，布施更多的时间，这种无畏施呢，对我们自己啊的功德很大，以外呢，对我们的祖先，你可以做任何一种回向，大家都会非常。的圆满，今天谢谢师姐接受我们访问，谢谢，感恩祝福你，阿弥陀佛。九九法会每10年一次，今年刚好是癸巳年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请我们这位义工师兄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是阿弥陀佛。是。师兄，来，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从竹北一心道场过来的，我叫做叶章燕。叶师兄很年轻哎，你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20岁整。20岁准呢、哦？哦，看起来好像是学生哎。我刚从那个刚退伍，因为我不想读下去。哦，刚刚退伍。刚退伍。哦，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一心道场，现在是初级班吗？我上正期班了。已经上正期班了，哦，是，为什么不想继续再读下去嘞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文凭跟那个实在是很大的挣扎。我后来觉得是学习一技之长，反而比读书读下去来得更好。哦，是啊，是是是，所以您现在、没有在上课就对了，没有读一般的书，没有读，现在只有在民间的学历。那您现在上我们的义经大学嘛，哈，那我请问一下，您现在在学什么样的一技之长？现在的话是刚退伍，比较想从事水电方面的。哦，是。对。可是你在学校学的是水电吗？我在学校学的是机工，碰到有一些些牵扯到电路的东西。哦，是。是是是。是你个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？对。哦，是。那你现在就是说想要再做水电，以后这种水电工程其实也不得了哎。对啊，因为我当初也是觉得说。家里有人是从事那一方面的、啊，觉得说那毕竟也是一技之长，可以糊口就好了。哎、是，对。可是这个志向以后，等你学了易经以后啊，你不是只有糊口，而且也希望说啊、家里的人更圆满嘛，哈。那我相信你现在这么20岁整，应该都是还没结婚嘛？还没结婚。是是，有没有想说先结婚再来做事业，成家再来立业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嗯哼，我觉得先把自己顾好，再去照顾别人才是比较好的。没错，那你是想以后怎么样做规划呢？怎么样做规划？可能等的终身大事，可能起码等35岁过后再说吧。35岁啊？孩子生下来1岁，你35岁？应该是吧，或者就是直接领养了啊。哦哦，对吧？想这样子太前卫了吧？不过我想请问一下师兄啊，你今天是来当义工嘛？哈，对，你已经正期班了。那我们以前的劳主圣诞，每一年的劳主圣诞法会，你有来参加义工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前几年我还是有多多少少在读书，而且19岁那一年是在当兵，是，就很多活动没有办法参与。是，然后现在刚好是刚退伍，然后有时间过来这边帮忙。哦，太好了。对，那你今天来做些什么事？做什么义工的工作？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今天的话，我大概就是像是供桌上面的菜还有饭，就是大家负责分工合作，是，然后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，让法会更圆满。哦，是是，非常好哈。那你今天是几点从家里出发？我今天是从3点从家里出发，晚上的3点，对，凌晨3点，嘿嘿，对，然后到这里几点？到这边的时候大概5点半。五点半你来的时候都做什么事？5点半来的时候，一开始因为大家都还不懂，然后就听师兄他们讲解说这些事情要怎么做，这样才能让法会更完美的结束。那、啊、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的话就是负责推车子，然后帮忙上下菜，还有饭那些东西这样子。是是是。对，做这个应该会习惯吧？
还习惯了。对。在家里有没有帮你爸爸妈妈打个菜啦？啊，排个饭呐、啊，添个饭呐、啊，有没有的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做这个事？他们这个该怎么说呢？他们会做啊。哦、他们会做哈、没错啦，大概来要做 QQ 来做了哈。那不过就是说，你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了以后，希望呢就是说，应用这些，因为大家都分工合作，很互助嘛哈。你会把你在这里所学到的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面吗？我觉得日常生活有点难，因为我个人比较独来独往，对，然后就是团体生活的话是要别人来找我，我才会去，不然通常的话我都是一个人做我自己的东西。哦，是，慢慢的就会学习一些互动啊，有好的互动，对你往后的这一些啊广结善缘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尤其像你在做这些义工的时候，也是要学习一些互动啊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？有啊，这个我是相信是有，但是可能自己的个性要慢慢改一下才对。没错，所以你现在已经进了政企班了，而且现在来当我们那个很难得十年一次的这种法会哈，九九法会，希望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慢慢的学习成长，因为你今年才20岁嘛哈，可以把你的眼镜戴好，让大家看一看你这帅帅的脸呢。我们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这位小帅哥今年呢才20岁，已经是上了政企班，意思就是说，伊伫咱的专门已经有两年以上，现在上了政企班了嘛哈，会再继续读下去吗？我会继续读下去，是，太好了，因为这当初是我妈妈没有读完，然后我可能要帮她读完吧。哦，是，太好了哈。那希望就是说你在这里啊，慢慢的成长，对你往后呢会越来越好啊。以后我们有很多义工，也希望你继续再来参加。谢谢你啊，祝福你，感恩。请收看《维新世界九九法会义工立人天》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。说到我们这些义工师兄师姐，真的是非常的发心，让我们也很感动哈。尤其我们看到这位师姐手捧着我们的经典呐、这些经书，就表示说她非常的投入。师姐你好，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姓童，童慧华，我从竹北一心道场来的。啊，是。听说我们一心道场现在已经找到宝地了。对，我们原先法师已经找到宝地的。哇，太好了，真的很恭喜啊！那你为什么手里拿这本的经书呢？因为我利用那个空档时间呢，我们
经还没念完啊，所以要赶快。哦，是你现在念的是什么经？先跟大家说一下。维新圣教魁四年九九法会因缘报告。哦，好，是是，这本我已经念完了。念完了。是，师姐告诉我们你在中门多久了？我在中门才上课到12月7号，才满一年。哦，是。满一年了，那不错啦。你刚跟我讲说我很新哦，很新，我以为是昨天进来，那才算新呢。读了一年了，你已经在这里学习到了师父老祖的妙法，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了。对对对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心呐、啊，嗯嗯，从心里面舒畅，是，而且以前从来不曾接触过这些经书，是，而且也不曾踏过这个宗门呐、啊，嗯，是。啊，是因缘机会，朋友介绍我进来的，是啊，所以说真的也蛮殊胜的啦，是是啊，所以一路上是跟着师兄他们在学习啦。哦，是是，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你也没有读过经典，什么都没有读过，以前对这个很排斥啊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就是慢慢的啊，哦哦，真的，我们法师呢就是带领我们这样子慢慢让我去接触。也一开始就是不会很勉强你啦，是，所以说才让我从恐惧的那种感觉呢、嗯、慢慢去接受，是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过，而且又是进了宗门才一年了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念了经以后你觉得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？我们愿意来请你分享一下。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从来以前没有去接触，所以说我也没念过，总是对他抱着一种很难，而且没办法去，你说一般到庙里面去看到人家在念经那些，觉得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我不可能会去念那个啦。结果后来再来中门之后呢，才慢慢去接触，哎，觉得还不错哦。而且经有法师在上课的时候呢，他又会跟我们解释那个经文，嗯嗯，好、哦，会跟我们解释，然后慢慢去接触，哎，觉得还好嘞，又没有那么难以接受，嗯哼，啊，所以说慢慢就去接触他，会去念他，然后心里面呢，从念他开始呢，哎，一家里面的人呢。我觉得是从，或许说我一个人修啦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小孩子里面呢，大家都慢慢的也能够一个方法告诉他们说，哎，早晚啊，念从心经开始念起，因为心经最简单嘛，好，教他们说从心经早晚开始念一下，哎，他们说，因为有时候工作上啦、啊，他们有什么碰到什么困难点啊，然后我就会借由法师跟我们讲的哦，早晚念个心经呢，让你能够所碰到的困难点，嗯，哎，能够不由自觉的就把它化解掉了。是是，好像诵了经以后，我们的智慧比较高。那再来，我讲说我自己认为，就是说以前我诵经的时候，刚刚开始也是，哎呦，以前都没有接触过。但是呢，现在我觉得诵经对我来讲呢，已经是好像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一样哦。对对对。那你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九九法会的义工吗？今天是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啊，今天我们竹北道场来这边已经第三次了。是。啊，三次我都有参加，然后我们今天是从3点多，我们就从新竹出发到这边，大概就5点半6点，是，然后来就开始把饭菜啊打好打理好，然后供上到那个我们坛那个坛上面去，就是说都是做得很欢喜呀、啊，是，所以说也不觉得累。而且反而说能够做到，觉得是我的荣幸。哦，是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我听说好像你现在做了三次，已经是啊，我们竹北道场轮了三次一轮了，已经圆满了。如果说你还有时间，你还会想上来吗？会啊，会啊，我还是会带孩子啊上来拜拜一下。啊，是。嘿嘿嘿。那你现在是有在上班吗？哦，我已经家里做生意了，但是我也半退休了。哦，是。啊，我们家师兄也很支持我做这个事情。哦，是，是是是，太好了哈。那、师兄有来共修吗？师兄
没有来共修啦，但是是慢慢的啦，慢慢的在想说把他带出来这样子。是因为你现在来念了一年了嘛哈，啊，您可以把师兄一起带过来，因为我们的师父哈非常喜欢就是说啊夫妻双修在这里呢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切磋，可以共同的精进，这是最难得的哈。像我平常上课回家，我也是都会跟我们家师兄一起分享。那太好了，我相信有朝一日师兄一定是又是我们的同修了，我最高兴了。对，很希望啊。是，太好了。那当然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真的很有缘分哦，在这里访问到师姐哈。那希望就是说，你今天五点就出门，应该是不会太累啦。3:30哎。哦，3:30出门啊？到这边5点啊？是。累吗？告诉我们。真的。做的事情就不累了。是。嘿，做的事情就不累。是。所以可想而知，我们的磁场多么的好啊！大家拢做早起来，但是来到家拢感觉讲，哎呦，我拢真正袂忝吼，开始有影哈。所以非常高兴师姐你来接受我们访问，谢谢，看你这样笑眯眯的，就知道说，哎呦，我们中门呢，真的是很欢喜，吸引大家来上课。谢谢你，往后越来越好，祝福你，感恩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癸巳年九九法会，那隆重有99天哈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师兄师姐哈，都是呢布施很多时间出来，所以咱今晚哈赶快呢要来访问我们这一位义工师兄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你好。我是竹北一心道场，今日分派来这边做义工，九九法会非常的殊胜。师兄，你叫什么大名？林武吉。林武吉啊，林师兄，你伫咱的宗门偌久啊？哈，十年了。十年啊，安那个叫你客气哈。你是安那只客气的，安尼吼，要请你来安尼露营一下哦，你有够客气的呢。因为唔捌接触到这种的露营的吼，免不了上场时阵吼，拢会紧张啦，所以讲才会安尼吞论安尼啦，其实是还无声啊，就是人生都有第一次。是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师父才说这样才是最自然的啦。对了，对了。啊，师兄你怎么样哈？你今麦算起来第几届哈？我第14届。都算我做班长吼，所以讲责任比较重大，什么事情都是要带头来做了。是，所以露营你更应该带头来做嘛。哦，我拄只呢想讲，请师兄来访问哦，你招呼我用呢哈。不过很自然啦哈，这是你讲讲因为第一次嘛，会觉得怕怕的啦哈。那不过你今天给我们带头来，今天我们竹北道场就是我们的义心道场，总共带了多少学员来？20几个。哎，而且拢几点出发？我听讲分做几落批哈。有的3:30，有的4点就来到仙佛寺，就是5点了。哦，是，啊，你是几点来？4点出发。是安那？你看我。我们车程差1.5小时就到，我们在苗栗嘛。我们上课都跑到竹北去上课。是，苗栗到竹北上课要多少的时间？半个小时，开车呀？是啊。今天就是你开车吗？今天阮一个师兄开车。师兄，请问你家己即摆本身有咧做事业无，还是咧上班？拢无，即摆做园丁啦，做田啦。做田。做田非常好呢，工作园丁啦吼。你做田拢种啥物哈？种季节性的菜啦。是。阿公哥我拢送人的啦。送人家。那我真好。对，另外啦。是。你拢种田偌大？2分外地，2分半地。是安那无爱进去卖分人家？因为我不缺钱啦。有的吃，有的穿，有的住啦。哎啦，地无甲种，你无甲种吼，放呾芳嘛无啦。像我咱每一遍发挥吼，咱拢做侪人伫咱的这疗房吃饭嘛吼，需要很多蔬菜，你有种蔬菜，你捌摕来无？无，我毋捌摕来，因为这路途才遥远着，佮种一丝仔着尔。是，那也很好啦吼，因为人总是爱做有义务嘛吼，所以你读这已经读到要10年来啊吼，你有甚物款的心得来甲咱分享哈？从咱入这个宗门了后吼，我感觉讲我所学的吼，
好像缺乏很少很少，所以说越学越会怕说，怎么学到这里本来是很好，结果又怕说哦，还有那么多的精华都没有去学到，所以说有时候那时候刚学的时候，嘴巴会什么都敢讲，学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敢讲，都怕怕的。所以说还要再精进呢。哦，这个原因是啥哈？哎，原因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还很多，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真的。所以说还要再精进呢，因为我们不了解，只有讲单一项而已啊。其实地理的东西是包罗万象、啊嗯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咱台语有一句话咧，讲讲唔捌唔惊，啊真捌真惊，捌愈侪说讲啊，咱较早那人真渺小诶，捌一输了就感觉讲哦不得了，足碰碰诶哈。啊，但是你愈头愈久了，讲哎呦足歹势，我较早那这种型诶哈。对对。所以讲我感觉讲书啊吼，传的话足好。嗯。哦啊，只要咱爱用功来去学，哦学久了咱会啊啦。嗯。哦，啊后摆咱若出去拄着朋友创啥，咱要讲嘛较敢讲，较袂讲失球。啊，是嘿嘿，对，所以咱师兄吼，做实在伫咱宗门有十年吼，啊，真客气。咱过去，即门刚刚入宗门的时候，你刚刚开始学会背着八卦，开会排卦，会占卦，哇，好像觉得自己不得了了。对对。但是你越学越多，师傅越讲越多的时候，你说啊，原来我们这么渺小，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哈，爱更加精进啦哈。所以你未来你有想讲要拍算按倒一方面，搁再愈精进。啊。就是讲，咱学习，你干来要解卦吼、哦，啊嘛是爱要学的悬空爱心法，都要讲解决问题吼、哦，怎样破解，这样才是学这个宗门的意义啦。对啦。啊，你只会讲，不会跟人家解，也没有用。对哈，不要说的满口都是道哈，结果要做不半行哈，所以刚好这实在是讲在我们宗门嘛，做错也。但是呢，真的这个易经哈，真正是咱智慧的根源，跟咱的智慧的泉源呐。你学习易经的是真正道无其外，修无其内啊。所以讲学这个易经哈，要有家己有信心啦，别讲。安尼惊，你若愈惊愈读无，啊，你就是爱有兴趣直直在读哦，读到尾啊吼，你就是感觉讲吼，咱出去甲朋友做伙吼，咱较袂讲啊，你见讲迄拢无一寡意义的代志，咱即摆出去讲地理创啥，大家拢会耳听啊，较。嘿，人会讲哎，无共款哦，偌久无甲你讲话呢，你若讲话遮尔有深度呢。嘿啦，啊，咱的修为吼嘛较袂讲着着，着足粗鲁个安尼，会较有涵养内涵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这这才叫广结善缘呐哈。不过师兄吼，就是讲你有十年啊，但是咱每一遍吼，咱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拢有来做义工哦。啊，拢做啥？你会记无？哦，在迄个华光在时啊，就是讲咱个供果供。供菜有无吼？咱拢爱去摆桌顶摆好好势安尼，哦，拢照规矩来，袂使讲搬小摊啦，啊是小客就对啦，嘿啦，啊迄个菜拢每一块桌甲每一块桌的迄个放的位拢爱放同款，袂使。当一碗一色的，塞一碗一色的，袂使安尼乌白分。拢同款就对了吼。哎，我感觉足舒爽的吼，咱这直接看到场的白菜创啥，后摆咱顿时创啥有啊吼，咱就发到好照安尼在用。哦哦。哎，啊是安怎？咱会讲迄个众生在用十行菜，哦啊迄个天主地王甲迄个啊拢爱用十一种菜，就是无同款。十二种吓。嘿。是哦，太好了。我刚刚讲这，就是咱的经验，和咱学起来，不是讲提钱来学就学着。是，有影，这就是咱的智慧啦，哈。啊，咱咧讲讲这古早先人留落来智慧，啊，师傅一直老祖师尊甲师傅安尼一直甲咱开示，啊，和咱来学习。伫这当中呢，咱就会当去学习到真多哈。啊，但是这边的究竟发挥有安尼无同款的所在无？
给那个七十二天师有啊哈，来护坛有啊哈，啊，所以讲我感觉足殊胜的，啊，大家拢爱诵经啦，啊，个护魔棒啦吼，啊，我嘛是拢有甲参加，拢有去得啊嘿。这护魔棒最主要意思，师兄你知影无？护法咱的迄个有形的、无形的，啊，咱的迄个啊，拢装来改迄个啊。该化度，完全借助了。是，该完世界世间吼，就是结冤世界啦吼，所以讲这都是非常殊胜嘛吼。那今天给你安尼这么早就出门，啊到即卖拢无休困，爱会度过无？袂啦吼，就是做好家只通宵，大家做伙安尼，加一寡知识，加一寡见闻啊，你感觉讲？精神弄好起来。是，非常欢喜的是讲，咱的师兄在我们的宗门十年了，又这么的客气哈。啊，当然今天咱很欢喜的是讲，啊，师兄来接受访问，啊，讲出来你的心声，搁这么多哈。我相信讲会当带给我们更多的同修心理，让更欢喜心哦。对，就是讲，即马安尼出来，互恁访问时阵有无哈？啊。就是讲，咱头一跤步踏出来，后摆咱更加较有信心，较袂讲安尼惊惊安尼。是嘛？所以你今仔安尼访问了，你有愿意无？家己有学着啥无？有。有学着啥无？哈，敢讲话。起来台顶创啥，较袂紧张啦。这话是难免的啦。一定的啦，哈。所以说，很高兴，师兄，今天你又踏出新的第一步了，哈。啊，相信讲未来你也当越来越好，在咱宗门祝福你，哈。好，谢谢。感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要访问的这位师兄呢，是我们的竹北一心道场的师兄。师兄你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来，请师兄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竹北一心道场黄圣元。是，黄师兄，在咱总门多久啊？四年吧。哦，四年哦。是。那现在是正期班几班？第十八届的。哦，第十八届哦，真好哈。那当然了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的宗门这四年当中哦，你参加过我们几次的劳祝圣诞法会？有五六次哦。五六次。对，我在大凡寺也参加过。哦，是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可能还没有入宗门，你就开始有去做这些义工的工作了。对，是。哦，是啊、哦。是。那、啊、你本身有上班吗？有，现在从事室内设计的工作。室内设计是做哪一方面？可以讲一下。就是室内的部分设计规划都有。是。譬如说它是旧的房子也可以设计，还是新的房子你也接下来设计？旧的、新的都有设计、哦。是。那好，我请问你，你现在来接了我们这个老祖的庙法，那现在做室内设计呢，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？当然了，我就是因为就是从事这个工作，然后才来这个接触这个宗门，以后就是觉得说我可以在宗门学的这一些好的法，可以用在我的客户的这个室内的摆设上面，让大家住得更平安、更快乐，这样子是。当你在设计规划的时候，你会跟这一些你的客户讲说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那样做，你会讲给他听吗？有时候都也会谈一下了，就是说师父教的法，我们就是如法的来做这样子，会让他的这个室内的使用上跟这个会比较搭配一点，更住得更平安一些，是。所以这四年当中，我相信在你做这个室内设计啊，一定也是应用我们的跟老祖师父来学习的这个妙法，帮助了很多人哦。那你觉得说你自己最欣慰的？是接到了这个好的妙法，让大家住起来都很平安吧？是。其实最近也有一个案子在这个桃园八德，他也是有请了一般的这个师傅去跟他看。是。但是我去了以后，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妙法，然后给他做的，他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满意，这样子。是。太好了哈！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做了这个事业啊，就是室内规划设计哈，虽然是想，当然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赚钱嘛哈。付出我们的劳力跟我们的所学，但是呢，真的传到一个好的妙法啊，涉及到这个家里大家住起来很平安，我想这也是我们最有成就的。对，没错，这就是
他住得很平安，很快乐，然后我们心理上就觉得，哎，更高兴这样子，就是把我们的作品，然后加上这个我们师父的妙法，然后完成在客户的家里，让他就是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，是是 是, 是。所以你像现在你播出时间来做义工，那你现在的设计的工作啊怎么办？是哦，哎，其实也是尽量说跟中文来接触了，所以说今天就把工作交给助理去做这样子，是是是是是。那你现在有几个助理可以跟你一起做？哎，两三个，两三个，是是是，也是算有规模了哈。那今天你们是几点出发？到这里是几点？哎，我早上是从3点从中立出发，然后到这里是5点半。哦，是是是是。那你做什么工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哦，今天哦，今天就是我们在那个坛内那边，就是做这个早供的部分，还有午供的部分，嘿，就是帮忙。然后早上师父还有讲经的部分，我没有参与到。有没有参与？有，非常的殊胜。殊胜的地方在哪里？哎，就是跟师父可以那么近距离的，然后他把今天的《天德经》里面的内涵讲到这个行星的问题，就是九大行星彼此那个吸引的先天的八卦，还有后天的部分，这样子，让觉得非常快乐，这样子是。哎，又是另外一个境界。是，我觉得这次师父的在我们的九九法会所开示的这些啊经典，还有开示的呢，我觉得跟往常呢又更深了一层了哈。所以难怪师父他告诉我们这些学员弟子说，新的第30年的开始，我们这些学员弟子信众呢更要精进哦。是是是，一定要的。哎，因为师父非常的用心的，哎，每次法会他都有到场，然后做一些开示，不管是我们的祖先呢，还是也是都可以得到一些法益，同沾法益，是是是是。那所以说今天还有晚供嘛哈，那我听说我们的竹北的一心道场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宝地了。是是是，在竹北那个凤冈五路那边。哦，是。哦，那太好了哈。那哎，往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愿说来这边参加义工啊？虽然说有可能就是你的工作要交给助理来做，那你可以很安心的来这边当义工哈。那往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法务，你会继续再参加吗？会。我其实到这个大凡寺的法会，我也是尽量都能去参加。甚至那边就是画那个金纸的时候，我都会去帮忙道整天这样子。这么乱呢？就是跟那个圆常法师啊，之前圆常法师，都有去帮忙一下这样子。是是是是是是。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，就是说邀请到师兄来接受访问哈，啊，能够分享说你现在做的室内设计呢，都用在我们中门所学的儒法的设计让大家住得很平安，又发心来当义工，我相信呢老祖会更加持你的。谢谢，祝福你，感恩，阿弥陀佛。祝金刚经华